花莲县移民局文化发展委托九月初五来判，花莲县政府同花莲合作会各分会团体，因为提及安乡的移民团就先判的即时发展，含屯起付用到的100%转送本三福单位来关怀各弱势的老人家，也未代表做到的移民精神。天中乡亲有238，其中都基安乡移民通读，大家用春同三县里来见移民人，祈求连连盘提青年个发连人移民及发通，做得在防疫期间顺利进行。发连人政府和政委都九月初五及时干预，控台客家三人发通，各增加 AR 实景互动游戏，希望用新模式来吸到学生人参加。啊！你根本就低低呢，或者来做了移民机呢？啊！你恐怕就要来打标，哎，恐怕就会啊！你发脸，实在讲啊！你很难吼，有了发脸哦，强强的要点在里嘞吼。在对于客家文化的推广，还有结合科技，到这一次的我们的客家的移民机的一系列的活动，这一次哈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。因为疫情对社福单位的冲击极大，移民通也为了纪念及时所用的各项生活物资，都建本冲起照顾土地老人家的社福团体，希望打帮移民计划通来鼓励大家帮忙。那今年的募集通常在一个月前其实都会达到60-70%，可是今年很明显的连30%都不到。那在接到就是义民堂这边说要捐赠物资，其实对我们真是大大的帮助。发展人客家事务处还表示，因为今年移民局结合客家三人发通强化办理，多是现场还未发放体验消费券，鼓励乡亲参加移民发通，也用行通来支持提供经济。客家新闻王小琪发连报道。